法师，诸位同学，家贼听看大乘无量寿经改第一百空一面，一百空一面，都算第五行，对尊者阿难顶关起。 尊者阿难顶，东宋亦祖阿难陀，六清阿难，一月庆喜欢喜，有闻无念，乃别幻王之主，不至东地呀。生悟佛性道理。 净饭王继文太子成佛，又闻空中弹住，更增欢喜。来月今日大吉是欢喜日，我来诉言，是你当之为阿难。咱看好这点啊，尊驾阿难。 即个有一个定，定是定基五诶，因为我种诶原原本内面，诶、这个、名上介多有三十偌位，即是下落汇集诶时阵，伫内面主机重要表法诶，其他诶拢省略去咯，所以用即个定理。 农业、种业、农还做阿难陀，都是尾音。中国人，特别是中国古人，真爱简单，把一个尾音拢给醒起来。就像佛，佛后面尾音是佛陀爷，把迄个尾音嘛，也甲醒起来。 所以六亲阿难，泛指中国的意思，是庆喜欢喜的意思，麻呜无念的意思啊啊！伊、啊、是白还王的后生，即阵因老爸是正还王，听低世的人。 每一个人拢有两个大波因呐，所以这家佛的即八兄弟八个人，即八兄弟的当中伊是老大，阿、啊、南是细细，来到第八去了，是佛成都日出世，是家摩尼佛三十岁成都即个小弟。这个 又比小三十岁，三十岁成都啊！嗯、呃，出事的迄天也是好成都的天，就是喜信呐，报告到皇宫，郑怀王听到太子幸福了，正固了，佫听到宫中出去一、这个，做、这、细、个、汉人呐、啊。 啊，这囡仔啊，都、就是这个父诶，即辈、小弟、小堂弟，伊诶得啦，所以啊，非常欢喜啊，伊就讲咯，囡仔是大吉，是欢喜日，甲来诶人讲，这个囡仔应当界好，即个名叫做阿难，就是阿难陀啊，欢喜诶意思啊，有。 尊者端正、清净，如好明见？见其上者，闻其声者，多其微疑者，无不欢喜，归以为名。这名是非常诶适当。阿兰嘛是再来人，毋是啊普通人，服有三十二相。 八十中好，阿难有三十上，所以真正无容易啊！端正清净，好如物件物件的内面啊，特别好诶。所以有人看着即个因仔，或者听着伊的声音，呃，看着伊的动作，拢嘛真欢喜。 人见啊，怜爱这个囡啊，啊，所以这个大伯啊，就改啊，号一个名，啊，叫做阿南，永世相扶啊。有尊者随佛入天宫，龙宫心无乐者，高明无念。 去过了后，这看摩尼佛，有带伊去到天宫去看过，要改天了，也去良宫去看过。啊，大龙菩萨住的所在呀，伊住的所在呢？无论是伫龙宫，是伫天宫，伊呀、啊，拢阿无念有净地清净。

咱中国人讲虚岁八十，外国人啊，外国人啊讲实足年龄，实足年龄是七十九岁。啊，伊做佛诶，师者，二十五年，二十五年走过不多。 阮数算算，七零一七不枉一注啊！伫佛陀的弟子当中啊，伊是记的力是上盖好，理解力啊也特别强。 咱的灵眼慧相有看到，时阵伫咧讲灵眼经，伊完全会通理解佛讲诶即个意思。同时啊，罗有不罗那尊者正到四个罗汉听无啊，啊，伊就听有啊，这著是说明。 诶，本性甲别人是无共款诶，所以伊传佛诶，八宗行摄尊者是传佛诶，正宗，教下都是阿难所传的啊。 这个心灵一致，不忘一子是非常不容易嘅代志，所以啊，即个当年是再来人咯。一盘经香，请阿兰多文书由袈裟沾湿，泼化大海水，流入阿南心，我多文啊第一。 十大地主当中，伊是多闻第一。定咧定价，贵一中列三十一人，即、这个贵是孔敬楷诶一本。孔敬楷即本咧顶面上首列了三十一个人。啊，即本咧伫过去流通上概括伫五种阮一本诶内面。 一本诶翻译是上佳完毕，翻译甲真好，所以逐个学习即个无量寿经，拢用一本啦、啊。啊，我过去在台中学这部经，李老师对头啊，到尾讲一遍，都、就是啊讲讲精开一本。伊啊第一摆讲诶是用下年纪老技术诶一本。 第二次是用了孔金楷的剧本，因回本跟列故集中上受五人之名，五万阿兰定，以凯基无以他拢改兴起来咯。啊，这拢是表发的啊，呀、啊，阿兰的，即、这个啊，幻门。

真正是多文第一。一、这个例，咱唔卖讲，世尊这个地主当中，咱看中国东朝禅宗六祖慧能，那是真好一个例。唔捌听过经啊，这个经，林大师啊，伊唔捌念，当然啦、啊。 无可能去读经啊！啊，但是伊听，你看第一个拄着无尽宗比丘尼，这个比丘尼一生就持大了盘经，大了盘经伊分量真多，有啊两种诶叶本，一、这个是四十卷，一、这个是三十六卷。 亚慧林大师伫得到一半了后，老师也是叫伊啊去避难，去温古啊，去南方啊。伊问老师，伊讲我欲去倒位去温古？老师讲，你对倒位来，同去倒位去。呃、啊，伫这个路哩拄着。

伊讲我毋捌字啊，伊、啊、讲你毋捌字，你哪讲得咁好咧？伊讲这甲捌字啊，毋捌字也是无关系啊。但即句话非常的重要啊，明心见性啊，即较要紧、啊、只要见性，世事世间一切法，拢嘛是心现识变呢、啊。 也立见性咯，也色来就无问题咯，神通咯，相对对来，啊，来、啊、也，啊，来也也是新鲜的呀，这就是说出世间一切法，全拢明白咯。呀、啊，伊伫啊迄地大几落讲，无尽宗就念伊听，伊就讲伊听，竟然无尽宗比丘，你就开悟了。 林大水生、以手桃、戴铁、戴武、明心、建生，的，一共有四十三个人，这是其中的一个啊。鲁将叶秋年啊，为什么呢？咱要怎样？古人一句话。 一门深入，当时分手，伊啊心清净。你这部经，那是讲念五年啊，十年伊啊心清净了。清净心生智慧啊，清净心伊烦恼会断去，至少烦恼伏住咯，烦恼未去现行了。 真正是拄着高人咯，拄到些贤弟些啊！对你所修持的这部经，关键的时阵，给你点一个就通了，一个点就贯通了。为人来书，毋要读《易经》。 未查，去连间听下着，有人在读经，伊伫窗仔口听下着，即、这个内面咧读经嘅声音，听啊真欢喜啊，吓咧，佮听一只句啊，听完了后去内面啊，去甲弄门，读经嘅即个技师甲门拍开。 甲伊见面，伊也、啊、就甲去拄则听这迄经诶意思讲互伊听，人一个听非常着惊。这是一个老技师，也毋是啊凡人啊，就煞落来甲伊啊交谈，发现伊，啊咱现在所讲诶，善根真正是深厚。 毋是普通人啊，那就可以去问买去。迄、嗯、摆我做啉何事，啊，伊家伊诶困难，伊讲，伊出来有只老母，每工可以家己去卖茶，伫咧。 生活走了后，老母无人照顾啊！这个技术非常热心啊，也有即几个东西也送伊十两银，作为安家费，恁老母人照顾，伊放心去咯。伫黄梅八个月，无去过江塘，也无去过咸塘。 老黑商啊,啊，去分合伊一个工作，去对房内边啊，去整理、化查。这是个本行，老本行啊，叫伊做义工啊，会过意啊。那传号的时阵，竟然是传号伊。 大家拢嘛无想到，传发的彼暗，半暝三更，伫风中说，因两个临时一点通啊，因下乡给公金公金待遇，彼肯定无需要煮啊。 我的估计未超过两小时，公交应无所阻，离心机心也就开我了。这一、这个我全通了，这出世间一切法拢贯通了。你只要把佛的经典念回听，伊就会讲互你听。

这个话啊，谈希老法师讲的，早年在香港，这些、个、喊老法师的学生，一生嘛是恭敬的法师啊。伊在香港办的中华佛教图书馆。

一生当中，毋捌听到讲有人开悟诶，你定诶是有，就喜欢老和尚决定，就先定咯。开悟毋捌听到。现在这个时代呢，连做老技师都阿讲，修先连决定。

是伊往生诶进程甲我讲诶，中国峨眉宗成州诶三米相只有六个人，所以甲我讲以后峨眉甲峨山无。 办法咯，袂当成就咯，真正诶成就只有念佛法门啊。所以老大人往诶时阵，身体无讲真好，伊念佛啊，甲我讲，是讲十四万声诶佛号，专念阿弥陀佛，弥利不敢断啊。 遐那都是休困一个，一讲十四万声，起诶时阵也是五帝十子啊！你看，有善有恶，讲要紧的关头，拢总都放下了只提几顾阿弥陀佛。 这是啊，伊老大人甲咱做示现的，啊，咱先滴外法，因那日啦，毋是外法诶。最后，外法要九千年，即、这个九千年佛法有兴有衰。 伊也是普通易的，是伊前上加大师甲我讲的，伊那里水到极处咯。真正的修行人有无？咱来相信，肯定是有啊，无人知影，有真修的，哪会知影呢？

这个是有大福德嘅人,人啊！这人，咱唔知影，伫青山内啊，无缘，伊拄着，你也看袂着。佛教咧，将来也过兴。

现在人讲有言啊，外法司机净土成就啊，净法司机该如行就，呃呃，净法司机啊，上法司机上定行就，外法司机净土行就啊，净土，这年啊重要景点 无能受经，是正宗根本诶经典呐。始终无一本标准诶经本，这是自古至今修学这个法门都遗憾，都加危险。翻译也是真正侪一切经。 拢无一本啊，翻较侪，一本翻译十二摆啊，对汉和北宋八百年间十二摆翻译，但是这译本呢，现在留落来就五种、七种、十团。 真可惜啊，即种失传啊！五种译本你合起来看，内面差别真大。所以古代的判断原本毋是一本尔，对现在即、这个五本观叶本来看呢，原文原本至少是有三种。 这就断定，这些摩尼佛当年在世无良受经至少是讲过三遍，所以三个不同的版本啦。失团内抑共有七种，迄个七种如果是真正会找找，可能发现的更较多咯，说明。 这家摩尼佛当年在世讲经，每一种经只讲过一拜，无讲过第二拜。啊，一、这个经至少有讲过三遍，三遍以上啊，到处宣讲，说明这个经重要啊。这个经会道，我发往后要高青年啊。 一切众生，一生成就啊！这个不得了了。所以古来带德，有意思要个汇集，头一个汇集弘扬书籍书，种调的人，第二个汇集减轻寒风泥干。 维密浸技术，啊，下年纪技术是第三摆回执，因为回执是无容易啊。啊，第五种我一本内底书写是大学问啦、啊。 编排也是一个学问，过去即个会计本，伫、这、咧、个、初写编排，拢毋是讲真圆满，拢有遗憾。啊，恁纪老计书啊，用了十年的功夫，会计整整用了三年。 闭关三行年啊，整理出一个回集本，以后五千年时间做十败个三订，最后做定本。咱今仔来看就是最好定本啊，但是。 以最初编出来诶一本呢，当然、啊、要找着最初诶，二三年闭关三年完成诶，会一本，啊，即本呢，咱最近该印出来咯，了，留同学做些纪念。 原本啊，三十七品，现在咱读嘅一本咧是四十八品。问公许书本内面所讲嘅，苏州老法师，当你伫北京，供给回一本，而这一人也供给，而且还佫做考判。 那是三十七品早年诶，的一本啊，唔是现在一本。咱啊对这两种本来对照来看，怎样？阿林基老居士，伊真是用尽苦心啊，看出也耐心。 看出也也境界，也伫文学上诶造诣，总无可咱变成一个完美诶，根本，变成一个标准诶根本，伊也捌讲过。 讲起即遍，伊诶学生念做老师，伊嘛甲阿兰同款，听老师讲过，而且还有详细笔记伊甲我讲，伊文革期甲当中。 也比记，方记了，所以这个写这本呢，完全凭着记忆参考了，就百外种的经论啊注解引用伫即个注解诶里面，变成一本。 原先的境界，啊，咱有福报啊，有缘分啊，今仔会拄着咯，非常不容易啊！我甲即个经确实有缘分，即、这个看着就欢喜，非常欢喜啊！一期讲课十遍，啊，这是啊第十一遍。 随一边决定拆除无良、受惊的阻盖、公益的住盖，啊。难度正中，就更较深入的理解，啊，冤呐、救生净土这冤，伊才会发出来啊！未搁再有。 一切都因门前的等西分手，那卫生就独立了。少年人也定决心用十年的时间排除一切困难，困难是什么？都、就是个妄念去掉。 专叠进门来用功夫，十年了后，你都是世尊生团正宗的地主了。生团正宗地主，都、就是释迦牟尼佛的第一地主了。遥听如地，这个所在边啊，有法啦。 也咱来到这世间来，这一生得的咯，做别行拢嘛是假，做这个则是真诶啊。啊，认真用老数分技术学习，伊啊，甲咱大家带来信心。伊是五十五岁。 就开始下课了下课、啊、的时啊是啊，缘分啊未歹，个送一套功德无量寿经，应该是一九九我的新加坡所讲的啊。 我讲一句，月，每讲两小时，迄、那个时阵是用卡带，用即个卡带录个，以后这变做啊光点录 CD 啊，也都无影相。伊会甲我讲，伊著是学即部景。连即句。 阿弥陀佛，咱你都一日，啊，你讲听经十小时，你安怎听呢？就听一半，著一小时诶，大听一半，听十遍啊，工作佫较无闲，至少嘛爱听四遍，无少过四遍的。 一般的时间，每天拢是十遍。伊的信心、关心、啊、是对者生起来。性格、行径也做够了。经内面的义理，变做家己思想。 经内面的教诫，变成做家己诶行为。伊今年六十五岁咯，十年啊。伊请伊讲无良寿经，伊都毋免用,用经本啊，甲你讲甲头头是道啊，一讲八小时、十小时，伊袂嫌啊。 以前我个无熟悉，毋知即个人。我是去年伫台湾移喙去，有一东西送一公碟，是一个啊，诶纪录片，媒体所翕诶即纪录片半小时。 都是老少混这工、个、地，人是采访，诶、呃，采访新闻呐、啊，不是去采访伊啊，去因呐，迄个所在听讲有即款一个人，诶、呃，是条条是红斑狼疮非常严重，安、啊、尼念,念好念好咧？感觉真奇怪，阿、啊、就去甲访问，访问半小时，我看到即个工地。 我感觉真正条件也非常佩好。啊，阳光非常得发，恶佛呢真正伊入境界咯，伊要将病放在心内，每一个人对伊烦恼啊，伊每工快快乐乐，每一工听经念佛啊，不中断啊，伊成功伊即个病无办法医咯。 好啦，无办法医得卖医啊，等去念好啦，伊念好就念好咯。医生甲伊讲，就是讲好咯，你这面的这个裂，这个裂是绝对袂去消失的。结果医生甲伊见面，啊，裂还无去咯，他就问伊讲，你切抹什么药？那连这裂拢无了，伊讲我都无抹药啊，呃，什么拢无抹，甲伊讲。 结婚的时候买的五罐雪花膏，抹开啊，抹是买面呢。伊讲、啊、念佛念佛呀、啊，伊先相信啊。为什么相信呢？这个人啊，一心不忘语，真难得啦。啊，一心不忘语啊，要有一个好处，一心无名利心。 人啊，拢是精明、独立，伊对名利看较非常诶重。所以我感觉伊过去成长是修行人，伊也有遮尔子深厚诶善根啊，伊甲咱实现诶方法，十年就成功咯，伊啊，去瀑布了受尽成功咯，学习任何经典，一点困难都无。 真正是佛法所讲诶，已经通一切，经通。这是好榜样啊！对于这个你，咱啊就会知影，佛法以后抑阁会真正兴旺。为什么呢？这你、个、一个开，学习宗教无困难啊。 只要一无经，无发去学这十年啊，啊就贯通咯。你若讲想逐个斗阵来学，咱办这佛学院啊，成立这个佛学班呐、啊，大也大福报了。啊，咱家己有福报，也种心嘛，都爱有福报啊。 众生若无福报，是袂当成功咧。所以啊，姻缘定，来是无容易啊。像我这一生，我两摆缘分错过了，无可奈何啊。我心里真清楚，无办法了。第一摆，我甲星云法师的缘分，四十年前啊。 五公山都在建立，即、这个山顶只有一个佛学院，东方佛教学院，伊请我去做教务主任，当学生一百三十人，我诶意思是，甲即一百三十个人分组，三个人一组。 就分四十组咯，每一组转学一倍。经，你唔好想，你当时分修吗？啊，即、这个四十组就四十倍。经咯，十年落来，袂当啊，讲即个啊，一百三十人拢成就三分之一啦，三分之一就四十个人呢，每一个人。 拢是一部经的专家咯，你讲一部《弥陀经》有十年啊，这个人是啥物？阿弥陀佛再来啊！迄、那个小组啊，三个人啊，有破门品咧。有咧十年啊，观世音菩萨再来啊！也有十部经，如果讲是咱啊，即世人啊，而无离开佛光山咯。 这侪年来，这尼侪方块人才啊，拢是会当啊，讲是顶尖的啊。啥人有一部经修十年，拢顶尖的啊，哎，真正是不讲普照全球了。非常可惜了，我这个建议，星云法师无采纳。伊跟我讲，这个啊，无亲去学校。我当时甲伊讲。 效无一定会出人才啊！但是中国即个土办法是真正会出人才，为什么？我伫李炳南、老技师啊，挥下十年咯，都是老办法学啊。李老师是用教思想诶方法，有效啊！ 即普京即边讲完，讲第二遍；第二遍讲完，讲三遍，绝对啊，不用赶款来广告。每一遍家己拢要认真去准备啊，十遍，基础就拍在了。即十年来讲，十年至少系讲四五十遍啦。足色嘅啊，个人所讲。 熟能生巧，哪有未成功嘅道理呢？你果会当把这四叶棍再稳，无法运用起来咯。我也回到前世咯，即、这个头一个缘分啊！今日遗憾，我就离开佛光山咯。 第二礼拜，缘分，韩馆长，王生咯，讲：“王生姐问就即个准备啊，准备开班，带名二三十个同学来专修，无想着讲。 伊去咯，因后生对即无兴趣啊！哎，我嘛感觉家己福地依然不足啊！这是第二摆，我嘛失望咯。第三摆是伫新加坡啊！ 你无管技术诶，技术林，阮大生做实验，开第一期诶，三个月，即个班，到五期，真正有成绩啊！我信心足咯，上班长期诶，不下班，三年到五年、啊 个搁有一个啊，有人伫当中破坏，我袂当讲无离开新加坡咯。我无怪任何人，这是啊，无法诶缘分啊。 我发缘分应该伫倒位，但唔知影，那是反复相助啊！去澳洲，我去澳洲，明年就十年了。临中学医生，你十年了，这个小学环境稳定了。可是，大地这内面的同学，无论出街在家。 无依靠奉行啊！现在会管你未未当啊！现在这时代，大时代，大环境是民主、自由、开放啊！啊，只会当看到未当结婚的要求、啊，看到大家啊，专攻一门，啊，一门深入，长时分手。 更大达家啊，才三个军、四个军，因嘛咧学啊，有杂咯，甲无学共款。如果学一项，十年肯定成功。未输滴，老苏很技术会变所以老技术甲咱做了最好个朋友，只要真正学。

老少分技术，长处会吃苦，会吃钙。这是一般人不愿意做到的，伊拢会做到。我伫工地顶面听伊讲，有一个好朋友，伊请好朋友食饭，就是、一项菜。 道菜炒豆干丝就结个菜。比如讲，你请我来就吃这个哦。是啊，如果这就够了，无够加，还佫加差一点啊。这也是这个菜，是啊，这也是这个菜。你就知样咯？平常人咧吃饭就结个菜呢，简单,单啊，袂浪费时间啦。 最宝贵的是时间啦、啊，为家苦为用了，世界家苦一门亲爹当是分手，这是啊，成功诶闭关啦、啊，何其净化旧作诶闭关。 啊，咱袂当注意啊！啊，咱刷落来来看，看下面这段，李为相守，金青守着李相守，现在文门内面。我們來 从修做下手为上修，各精中上修人数无同。比如称赞净土啊，复业受经，有大悲咒一千两百五十人，别下礼佛不见人大怯怯啊，你若得一世人定为上修。 《金刚》一条真如，五人啊，定位上首，是那一切大圣神通以达至大尊者中之上首。这是特别介绍一、这个，一个称赞净土佛念受经，就是阿弥陀经啊，玄奘大师翻译的。 由摩罗修大师翻译，有十六位尊者，连十六位诶人名，贤宗大师翻译个，即个四个人，这是梵经诶人，咱知影、啊，弥陀经诶原本，摩罗修翻译甲贤宗翻译应该是共一个原本。 啊，这里面的意思是大同小异啊。这是新文中的众修，圣文众拢嘛是大阿罗汉啊，一个大哩，大比丘，大阿罗汉，一个大哩是一个关键，大成大成啊。 修行阿罗汉是修行素果，大行阿罗汉呢是呀发分的菩萨了、啊。因为阿罗汉按做中国的意思叫做儒学啊，就是说为课程学完毕业了啊，修行儒学就称阿罗汉，大行儒学也称阿罗汉，阿罗汉都是儒学的意思。 但是咧，大乘无学是十地菩萨、发心地菩萨成大阿罗汉，所以啊，这是大乘经。呃，你看了大阿罗汉啊，这个意思就无同款咯。咱啊，过来看下面呢，按一切大神心心通一大即故，即、啊、故呢，本为。 菩萨探道：“这两句话原本是赞叹菩萨的呀。如密迹金刚力士经文，如大辟丘章四万两千句，菩萨八万四千，一切大圣神通已达。” 这是参考或者其他经上所讲的，以此经中以赞叹那菩萨功德之物，以赞成文。下面的话要紧了、啊，正标注定将随圣众本发心大师，文本,本随节。诶人什么人呢？ 用国个人所讲嘅讲嘅真好，讲伊会出世天赋用好啊，搬戏眼款啊，即人搬主角，啊其他诶配角啊，无配角即、这个戏就搬袂好。世间魔力火演成色咯，伊来到即世间来实现成佛演主角。 啊，配角呢？配角啊，可能都是伊只老师，可能甲伊也是同款，拢成佛了、哦。所以过佛再来啊，真正在新教的内面，我甲人讲出来咯。啊，下利佛无见人救完结啊，就成佛咯。这是。 参加释迦牟尼佛的法会，来即地来临时来演一个角色，做释迦牟尼佛的学生，真正是大圣啊，毋是小圣啊。啊，亲像顶甲菩萨、实地菩萨太侪咯，所以即会。 那有真正的凡夫要学当年在世佛法啊，这在给基士嘛有真多，助佛菩萨再来，弘化佛法，拢是啊，内行人啊，毋是内行人是袂用哩啊。 有时啊，咱就会去体会到，同时伊毋度即个地区，即、这个居民啊，福报遮大，感着诸佛菩萨降临，为众生宣说妙法啊，特别是这法门，接因大众。 一心圆满成就，这所以这本来是发心大师，就环境讲呀，四十一位发心大师，伊拉原本家己啊。 本来古味，闻无去咯。随即是表演呢、啊，伫舞台顶演一个角色，文本,本随即。其他方啊，性将做何方法会影响将？这嘛有啊？他方世界佛看到。

罗嘛是帮助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啊，诶叫做影响众啊。一切大圣之基本的本是究竟菩提之因果，这究竟菩提已经啊是啊证着妙觉位的人。 华严经，菩萨上悬诶，即个位处啊，妙港比顶角一个悬一级，就是啊，究竟菩提啊，神通一大家，这是西观境，神通变化，伊也伫即个会内面。 伊是新闻诶身份，啊！你家看卖，好精师也是是正着阿罗汉地位啊！阿、啊、南是初过须陀洹呐，诶、啊，是晓演诶，即个角色也是无共款啊！ 游戏心通来出土故，因这个人,人跟三波世界众生都有缘，无缘是袂来啊，拢有缘。所以众生无干，因啊拢来咯。得到释迦牟尼佛到定来，我的昨夜的新闻讲，该是。 大权实现，做五世尊开显净土法门呀，这个、意思一定要知影。所以读经，汝若未当了解关系，未当了解文献，文本,本、现迹，即、这个追迹，都是现迹。 从上我性，即、这个个别的介绍完了后，佮合起来讲，咱看头前即五位了本者，即是教定如尊者，为了的及九万之本者，各修炼者。 了啊，是明了本质啊，都是本性啊。了本质著是咱中国人一般人所讲的，大替大悟，明心见性。见性真佛。啦，见性是真佛，毋是假佛、啊。啦。见性诶人啊，哎 伊脱离十法界了。伊十法界界行内边，也无刚我啊，无见性啊，见性就脱离了。伊啊，留伫十法界，那著是大权示现咯。甲家这人共款，文本水执。 这是真的，毋是假啊！注意一定要知影，但先经常互相讲个啊，降随心转，应随心转。啊，你下心一个转呢，伊就是法性菩萨了。法性菩萨的心相。 在身高顶面，咱看着了，身有无良相，相有无良好啊，唔是三十里相，八十种好。伊大诶环境呢，總不是报中人土啊，一进八戒毋是坏土啊。 啊！这明心见性的人，真世看摩利佛，你再说，跟咱大斗阵，咱看到伊，咱想跟咱共款啊，无什么差别，无共款啊。咱六根凡夫，观佛菩萨拢是六根凡夫。啊！佛菩萨看咱，拢总啊，呃，是啊，佛菩萨，哦，人诶，看佛不共款。 为什么呢？诸佛菩萨看咱的自性啊，你自性是佛啦、啊。啊，咱看诸佛菩萨是未看到的形，只看到伊的相啊，着行咯。所以啊，各咱凡夫拢同款的。每一工食饭去外面去啊，托饭。 人喝什么，食什么，这是咱看掉啊，咱无办法去理解呀。伊也去外面托一拨饭，这个饭唔是真好食，可能也是乞食。人乞食去外面托一点物件，啊，含金的上上是有啊。这个、饭什么？炒生咯，太去咯、炒咯。 去食真可怜啊！偷得几件物件，看到佛，佛都福报啊！即、这个托一锅饭强要佛，以修福，阮嘛真欢喜啊！当面甲伊食落去，甲伊祝福啊！但是即个饭一般人食袂落去啊，佛伊会食落去，佛食是什么气味？天独妙香啊！为什么？ 用随心转啊，去食迄个心食念，有诶伊垃圾啊，到发诶时阵啊，发身心清净啊，伊迄物件就变作上佳好物件，这是真诶、啊，毋是假诶，神通妙用啊！ 啊！咱看咧，佛是坐伫即、这个，呃呃菩提树下，面铺草，伫遐，当坐。菩萨看着毋是安尼啊，顶有不盖啊，下面金刚宝座啊。我诶心相毋是三十二相，心有无量相，相无量好啊。伊看着即、这个啊，应随心转啊。 上有心声啊！啊，那你经论内面看真多咯，渐渐渐体会到，这真诶毋是假啊！所以这是教人如尊者代表明心见性。 第四个经上，诶，就是讲，这个经是一生明心见性的经典咯、哦。啊，咱这个生确实无明心见性，但是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明心见性了。啊，老师大德甲咱讲，咱得见弥陀。 而就不开我，那没有开我道理。列在第一位，哦，咱升起信心，对正中升起信心，啊，升起愿心啊。心主地位第一，心主是下礼物啦、啊。 表密德是佛地，不可思议地不可轻地大胜功地无定无论最上胜地是，是深广无涯。诶，代表是啥物呢？代表诸行本苦，诶，圆满不智智慧。 你都为地这部经的顶面啊！咱若想要把家己自身本具而不在智慧开发出来呢？这个经就是一个方法啊！这个智慧正是世尊 华严经上所讲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！伊内面讲的五种智，是如来稳具的智慧，说如来著、就是咧讲咱的诸生。咱诸生内面本有的。 这五种圆满智慧，这五种智慧，留伫后面经内面才过来讲。所以这所在无加意啊，自解后面有啊。目连之神通第一，现尤其神通之四缘，菩萨。 因地拢嘛发机关呀，众生无边，四万多啊！要度众生，你无能力啊，你袂当度啊。有智慧也著爱有能力，能力伫即块显示的著是神通，心是无障碍啊。 华严经常讲的四种无碍，理无碍、事无碍、理事无碍、事事无碍，这心通都是通达，合起来呢，无障碍法界啊，你才会当啊普度众生啊，才会甲你。 因地相法的四宏四月，而且做会到啊！伫六道啊，伫这个十法界，因以什么心得到，你就会现什么心，现心无碍啊！应该用什么方法帮助伊觉悟？ 而依旧用什么方法？心毋是一定的心，法也不定法，法法法法啊！「亲像灵岩精那面所讲的，「菩萨现心，随众生心应所地量，伊家己无心。 众生欢喜什么心，伊就献什么心。众生希望佛来来伊或者是菩萨来多，伊就随着你诶希望现心啊。你欢喜啊，这就容易得多咯；无欢喜就难咯。 大音功是袈裟尊者大袈裟，言弥陀殊胜功名啊，无边照见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！这两句是世尊对阿弥陀佛赞叹到极处了。让何何定啊，咱知影佛佛平等啊。 是啊，平等法内面世尊对阿弥陀佛也是这样称赞：“公中极尊，佛中之王啊！”大阴功过去九则一劫的以前用黄金。 供有佛、啊、该佛像大金，感到高十一劫诶金色光明，出这意思啊！显示阿弥陀佛书生诶光明，由假设是宗门操作。 阿难为二座，即禅宗内面，嗯，禅宗是，是看摩尼佛，团好摩诃伽舍，伽舍尊者这团好，这个阿南阿南是够海曹座，禅宗的李座。 阿、啊、六教定如，表当人之本者，啊，本者是本性啊，代表咱家己诶本性啊。下利佛表众生本具之智慧，经常所讲诶五种圆满智慧啊。无念呢，即众生本有之神通啊。你看，拢总是回归到自性啊。

顶啦！这、啊、就是超外想法界咯。净喜，要净快平生心心相接，拄着佛法欢喜啊！进修弘行欢喜，证到无上菩提欢喜啊！ 啊，念念相接啊，净化上诸啊世间呐，循环不断呐。世间么、啊啊、的佛发愿，终了的时阵，这一万两千年咯，实在讲，时间无讲真长。 即一万两千年佛法终止啊！终止无去咯。下面呢，一尊佛，第五尊佛，弥勒菩萨来到这世间来成佛。什么时阵落来？念汝即个注解的，有啊，五十七亿六千万年啊，以后啊。 你的菩萨即来讲世间来成佛啦，所以现在都有人咧讲，你的菩萨已经将天盘了啊，已经迄是啊，迄是假话啊，迄唔是真咧。哦，这个道理啊，时间是袂让它算咧，算倒数天，倒数天的一缸是咱啊人间四百年，这时差真大。 倒数天的一天，人干四百年啊！一年呢，嘛是照咱这共款，因为伊算一周的倒数，三百六十多，三百六十天一年啊。伊个寿命偌长呢？四千岁啊！倒数天的四千岁，你慢慢去来算啊。 生出这个时间，下南这个世间是五十七亿六千万年，迄、这个时阵才会来。这个、当中真长的时间无佛法啊，无佛法人真艰苦啊。所以，佛慈悲到结束了，无佛呢，就一个代理的佛来，有些代理的佛。 这大利会啥人？大愿地藏王菩萨啦、啊，地藏王菩萨大众生比佛的时间长真多咯。释迦牟尼佛度众生才一万两千年，你家看，地藏王啊大众生来经历偌侪时间，凡是佛菩萨在世，隆重地藏菩萨代表。 所以《地藏经》这个开头，你看迄个真热烈啦，这个经是比袂着的，我严也比袂着。十方一切诸佛拢来咯，啊，弄来参加法会咯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十方诸佛过去拢嘛是地藏菩萨学生啊。 学生不忘老师的恩啊！老师今可以发挥，那会讲不来呢？幸福了嘛，都爱来啊！庄严道场啊，所以第一种发挥，那个庄严是无比的殊胜啊！ 高低一菩大经，这是啊，护法团心，这是里重要啊。啊今日接受到这个根本，就等于是法传给你咯。这护、个、阿团呀、啊。 凡心呢，就是啊，心中的假设尊者，这宝经合理，把个心拢团合理了，这就是宗门教哈，拢总拢团合理了，一古名号体现本来面目。 本来面目是甚么？常寂光啊，无良寿啊。一句名号，伫弥陀经上，佛说明伊表诶，即个意思是无良功、无良寿。啊，无良光是双寂光，无良寿是不生不灭啦、啊。著是啊，维那大师开光时阵讲的。 夫妻之性本无生别，本无生别是无良寿啊！这句阿弥陀佛，怎样认识呢？两面人怎样无认识啊！真正认识了，你对死心伫即句佛号顶面，你真正是万念放下。 即句好,好好，就是你的本性，就是一切如来所说的经教啊。这啊，咱在法宴会上讲得真清楚了、啊。一点也无假，就是古来这做祖师大德因分析啊 希望三世一切诸佛如来，都无量无边众生，说无量无边的佛法。最后总所言呢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总结了。 无处鉴定，实情代觉之好，就是做事，下面上中的学人，一种现卡方便，爱爱怎样 祖师为什么安尼讲呢？那就是英明延修讲啊，对啊，四条街内面讲的，英明延修大师啊，禅宗内面啊，大彻大我，我倒转来专修净土啊，专念阿弥陀佛，伊啊是净土中的。 第六代祖师，正宗诶六祖，伊也是阿弥陀佛再来啊！你看，迄、那个时阵呐、啊，即、這个禅风非常兴盛，看毋起修净土诶，伊来做表演，先修禅，禅那面带他带我。 则去修精，这个意思甲伊大个讲，经比仙抑搁殊胜，那下当轻慢呢？所以伊更在修仙的人，有物有净土，犹如戴甲啊 你修禅，佮加着经，哎，不顶好本来是好好,好发功咯，肯学禅的人啊，怎我因是禅宗嘅根性，伊啊袂离禅来对，伊袂开我，伊啊袂得定，用这个方法来引导伊，绝不伊啊，你叫伊直接假禅来修证，伊啊唔甘心。 不情愿，伊也未当接受。用即款一个显卡方便来宽多伊啊，而且自身来做朋友，无处鉴定，要得成就，这个中红仙师，你看中红仙师。 甲后人编了一套暂时下念诶法本，也是编读诶啊。来对啊，有一句重要的话：阿弥陀佛，即是我心，我心即是阿弥陀佛。净土即诸方，诸方即净土。 没啊，你就看着有生有灭，五了后啊，你呀、啊、就就不生不灭了。灭我，有讲诶一个境界，境界无灭我咯，灭我是咱诶自心。 事的事实上无成别啊，所以这是造世大的款多人但当目的了去，便是无上清禅。无上清禅是释迦牟尼佛讲的。

定期著是定课，善念毋是伫咧定课哩，随时念佛。即、这个善念毋是善乱心，善乱心念佛是袂用哩啊！哎呀，一心，哎呀，以恭敬心去念佛。即、这个善著是指毋是讲定课时阵，咱那定课是暂课，毋是定课时阵。 一切事，一切处，何不同端呐、啊，这叫做善念。决定公不同观呐。呃、啊，这系话，拢是老居士对经文作书带碟娱乐内面，介绍出来。 真正一点啊拢无假，文经、声律、声文、后讲菩萨啦，总是显示出来了。先声文讲，后面是菩萨讲，正如和地论、地这是地理观所讲的，先说声文、后说菩萨。 圣文将者，军队世尊，亲手华国，有助圣文相随护国，严当复国。出国如今都是先圣文而后菩萨，这是讲这个诶表法诶，一个大将啊！因啊，从奥诶顺书做。 一个简单的交代啊！声闻是无开外啊，学生虽然得顶，阿罗汉是得顶，到处地顶种阿罗汉果。 无大彻大悟，无明心见性，但啊知影伊也只是甲见思烦恼断落。啊，大心经常常讲，有到来面三界，三界是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。 八十八片见习断录，从小行草菇、树藤完。各个舒穴个舒穴是八十一品，分配的高地，每一地是九品，九高八十一片舒穴，舒穴断茎，舒穴是探清翅膀。 鱼啊，这个我都还乐意，所以啊，这个鱼是真正严重的烦恼。怀疑呀。对什么来讲呢？对这个，对性教来讲呢，伊啊怀疑世界没离婚。 怀疑或者经典，怀疑或者教诲，阿、啊、古一个怀疑家己基，阿基、啊、做作个罪孽太重，哇！这一生敢会当成就呢？这个念头拢嘛是伫这疑诶。 进里个里面啦，这是真正严重的烦恼啊！啊，贪千次万一登去咯，这是三界为这一片了了了啊，拢总当尽，六道都无咯。六道是假啊，唔是真呀。六道咱在做梦，你这坐当梦精神咯、啊。应该大说讲啊，真好。 望你冥冥有六处，甲好空空无大千啊，精神咯、哦，精神咯、哦、是甚么境界呢？是四性法界，抑搁伫梦中，所以六道是梦中之梦。对六道出来了后，对梦来对迄个梦精神咯、哦，抑搁是梦。

分别，分别与执着较轻，但是真歹断。为什么你太醉了？你看迄分别的念头啊！ 先念灭了后念生，分别叫做人沙烦恼啊。人沙是比如太侪太侪了，起心动念弄的分别，分别烦恼断咯，那是菩萨咯。所以第四性法界内面。 咱怎样？声、嗯、闻断见思，但是有见思的习气啊，不只获得，加见思习气断咯，有定三烦恼，伊加定三烦恼断咯，行一啊，就成菩萨了，不成一级咯，有定沙习气啊。 第三是去登陆，这啊，幸福啦，是发界里面的福，是发界上官的地位啊。虽然幸福，又无死无名烦恼，著是啊，起心动念也必须甲无名烦恼断掉，不起心不动念，这个时阵真正精神咯。 自性法界无了，实法界无了，所以自性法界嘛，唔是真正。实法界无了，一出现什么境界，一静啊，法界啊。什么叫做一静呢？这个法界内底无变化，是法界内底无变化，这个法界无变化，这个、化变化我以为什么呢？ 无分别执着，变化是对分别执着产生的。连时间、空间拢有变化，所以讲伊进化界内面，时间,空间,了时间了就了、空间无咯。时间无咯，前后啊就无咯。空间无去咯，距离啊就无咯。 啊，变化界、虚空界、以进化界啊，这个世界都是都是在一块啊。阿弥陀是么时能成佛呢？就、啊、在当下，时空无咯，这是真正成佛咯。天台大师讲的，心法界来面的佛，就相术结佛。像我心法界，真正。 昏静结婚啊，为什么昏静？伊无完满？为什么无完满？起心动念嘛无咯，就是无始无明无咯。无始无明的习气还佫有，这习气啊，真正歹断啊。无亲像头前头前也是见书的习气，人世的习气，拢较好断，拢嘛有对治的方法，唯独无始无明。 无对治嘅方法，汝即个方法，即个对治，啊，马上就落到梦想分别执着，汝全部拢有咯。所以即个时阵，古大爹讲嘅是，无功用道啊，就睡在一起啊，绝对卖去差别，在对唔通起心动念，即、这个习气慢慢啊，自然就会淘汰。要系偌久诶时间呢？经常伫讲。 三大阿金之家啊，都无去了。所以成佛啊，对啊，哎、呃，三大阿金之家是对什么人讲？阿、啊、不是对一般人讲，一般人讲无量劫啊，是对发心菩萨讲的，就是啊，冤教初祖。 啊！你都一讲，明心见性咯，大天大五明心见性，对这个时阵才生气。哎呀，呃，经历三个阿真奇结，啊，三个阿真奇结，这个无心无名的时期自年都无去了。所以啊，在这個已经发界内面，佛说有四十一个阶级，啊，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、等格啊。 哎，四十一个阶级，即、这个四十一个阶级对对来，对无名失去搞不对，遐来啊？无名失去是无办法通当个啊！你一个方法，你甲看，你一定去分辨咯，去诶、呃、集中咯，你就向下坠咯。所以即个所在袂当起心动念。 迄个境界内都确实做未到，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所以咱都爱了解。迄、那个世界是平等世界，四十亿个位处平等诶。若四十亿个位处平等，啊，究竟何故？就是讲秒甲位也平等，真平等啊！你看看，咱伫花莲经商看着。 娑婆菩萨拄拄、呃、啊，讲五日啊，大彻大悟啊，啊，明心见性啊，伊啊，都有能力的发界啊，呃，众生有感啊，伊一会用，用一佛身得多，伊就会现三十二相啊，啊，八十种好啊，就是跟摩利佛同款，伊就会现佛身。 啊！因为菩萨心得多，伊就会现菩萨心；伊什么心拢会现？伊什么法拢会讲？伊无障碍。甲苗角位啊，有差别不？真正无差别。你看伫气用顶面，自行化他，是也是无障碍。唯独啊，无讲的咧，就是啊，湿气无完全脱掉。 所以啊，为一真法界，一、这个境界内面，啊，你得到的心相是永恒不变。啊，就是讲，也无生老病死。啊，咱只世间有生老病死，有变化。 伊个世界内底是无个啊，就木花草无春生夏长秋收无啊，花永远是遐尼啊茂盛，永远是遐尼啊水，永远是遐尼啊芬芳，山河大地。 伊物件拢未改啊，永恒啊，所以叫伊真啊，伊无变化。所以爱知影，变化是对咱个心，咱个心有变化，外面境界拢总有变化。所以人入定呢，定中啊就无变化，定中的境界无变化，所以定中会当看到过去，会看到未来。 因为啊，你有变化，你就会去看到外面境界的变化。你呃无时空咯，你会当去过去，你卖会当到未来。所以灵啊，我神通啊，都、就是你的灵逃出来了，这个本领逃出来了。啊，这一句话讲是真呢。 其实唔是真咧，一种发觉也唔是真咧，啊，是虾米？无始无明时期变现咧，都一讲啊，无始无明时期登去咯这境界就无去咯，无去了后，就物件现呢像一公现前，像一公是你家己本性啊，完全回归自性。 上一讲伫内面，你看袂着物质现象，你也看袂着精神现象，一片光明啊！所以经内面有四弟个形容，大光明中，这是啊上一讲啊，慧能大师伊讲个六句话，伊个境界是虾米？

诶，来对，甚至讲对伫诶三道内底有染污无啊？自成永远未受染污，染污是啥物？染污是阿赖耶。第二别是文呐，文呐叫染污义。所以自成无染污，自成无生灭。 本不生灭，而、啊、这是家己啊，是家己诶人性啊，是家己诶本性啊，也袂当唔知影、啊。本自苦拙，即句话讲稳啊，伊是苦拙伊不现，苦拙什么苦拙？发界虚空界。 一切依正动严，也本自苦着，本无动摇，也从来不颠荡的。动就以现象，不懂就无现象。所以话，解释安怎来的？一念不觉，理又无明啊！无明是阿、啊、来呀，无明啊来无名是阿、啊、的业相啊。 啊，对于业相就变现出一个转向，对转向就变现出一个境界相，就叫阿赖耶三世相。这个转变速度太紧，就是弥勒菩萨讲的，伊等指，伊等指有偌多,多念头呢，都、就是偌多,多业相呢，业主要知影。 抑是京东啊，人在科学内面讲的京东著是东落啊。咱即个一念，呃，这个一旦记忆啊，有偌侪京东评论。哎啊，甲人讲三十二亿一千两，八千是单位，八千十万。三十二亿乘十万。 三百二十条，你看一，伊单子三百二十条啊，念念成形，形就是物质现象。每一个念伊拢有一个物质现象。你伫下即伊单子所看着即个物质现象，啊，伊是三百二十条诶念头。 迄个形象，镭射伫迄个所在，我假用显物件看着咯。哎，若是讲你看着一秒钟，伊存在一秒钟，忽然间无咯。你一秒钟是偌侪镭射？我想单较真紧的，能单五摆，单五摆都是一千六百条。你共我一千六百条诶，镭射。 你看到一秒钟，这个、现象一秒钟著无去咯。科学家会当看着啊，科学家无办法看着讲一秒钟诶，内面，一千六百条诶迄个伊看袂着，但是咧，已经真正。 了不起咯！咱也确实真正佩服，伊下当伫一秒钟诶当中看到这物件，伊也知影讲无中生有啊，生落马上就灭咯，速度太紧咯。啊，转相呢都、就是信息，科学家讲诶信息；业相呢都、就是能量。 这个啊，波动是能量啊，境界上都是物质的，所以科学家一共啊，这个量子科学家这个宇宙之间只有三样这三东西什么都那佛、啊、法里面，发微大 你甲看卖啊！因功夫雕当中什么拢无，只有阿赖呀，啊都是阿赖爱三世上叫威色独只有色色以外拢嘛是计，就像万花筒同款，万花筒啊，即、这个有新物件哦，有三对无同色嘅。 碎片啊！啊，水叮当，这条能量，都、就是能量在水叮当。你对这转动那边去看，无量无边的这个啊，图案啊出现。啊，真正去知影、啊、哪有这么多？不过都是三个，无讲彩色的碎片啊！ 啊，咱今仔日就是讲看到整个宇宙诶宇宙庄严，就是咧震动。伊若是无震动咧，就变成三项物件了。量子科学对佛法有真大诶帮助。按朝天宫纪念。 今年是世界末日，分别多啊三千啊三千，中国人讲的是三千共三十七年，湖灭多到今那里，科学家发现了啊来呀，说明画像中所讲的一点啊拢无错。 今那里时间到咯，啊，咱就学习到即地。